老师好，是我叫陈怀，今天我给大家带去一段故事。那几个沙子一散落，当时我觉得我的心都化了，有点像女神的感觉了呀。怎么听着有点酸呢？这个口气。我江老师不要自取其辱，不要自取其辱。您29，我也29。我们献上祝福的掌声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是游戏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了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愿意。谢谢大家。